番茄定制之后的空网或者墩苗啊，都是为了生生根啊。为啥生生根啊？原先有句话，生根长果，掐根长叶啊。为了后期产量高啊，一定要产生生根。产生生根的方法呢，我总结呢啊，以下四个啊。第一个呢啊，我们降低叶温啊，叶间温度低了啊，它会空网长根。第二个呢，可以适度干旱，但是呢，秋天这时候呢，一干容易上病毒啊，我们可以不用。第三个方法呢，我们就窝倒。第四个方法呢，三座类杀菌剂，加倍使用来控网。一般呢，我们采用这四个方法。现在呢，正是秋天啊，夜间温度低了，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夜间降温，加上三座类杀菌剂，同时窝倒，就可以了。